或者是喝蘑菇汤。蘑菇汤，蘑菇汤也可以。蘑菇汤可以回啊。嘿，这么神哦。啊，只是我们的温度显哪？对啊，他没有讲，他好像只会有文字显示，不过好像有计分板可以看。哦，文字显示哪里啊？你到一定的温度，他说我好冷，我好冷哦，我好冷哦，快冷死了！我说我现实好冷哦。你知道我刚刚从远方看，想说这棵树干怎么那么特别，结果是哈基，气死我！这是什么啊？哎，下面是鸡耶！对啊，挖不动哎。可是我手只一个。对啊，他没有他自己耶，还是这是单人地图啊？啊！哇！纳尼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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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其实该不会是单人地图吧？不会吧？那我们就当一般的小盗玩吧。悠闲一下。对啊，温度也是。都是他一个人，怎么没有生怪啊？怎么没有生怪啊？因为我们都在岛上，因为我们都在岛上，难度是困难啊，对吧？都在岛上，你们在哪里？哎，可是我快死了，怎么办？在岛上就是看不到大家，太远。对啊，说你们都说我在岛上，杀我，转头没看到人。哈，大耶！哎，你喷装了？对啊，会喷装哦。然后下面是机岩呢，没得挖。然后你们把船弄走了之后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游过去了。你们在哪里？你看岸边，看岸边，看有没有。好好好。1.8是不是那个、啊？我画面好黑哦，我好冷那种。团在哪里？世界好冷啊！哦，在这里，团、哦、在这里。有了有了。你们为什么不睡觉？为什么不睡觉？哇哇！睡什么觉？风这么大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这是 UHC 的事啊！为什么挖一挖就马上出现第一只渡鱼啊？这么惨！你好幸运哦！这不是，这是那个啦，石头那个石头怪物蛋。哦哦！哎呦呦呦呦！所以这边有一些隐藏。嗯嗯。哎呦，真的不会冷呢。白痴，拿稿子。旁边这颗可以，旁边这颗可以，旁边这颗。干嘛？掉！呸！再一颗啦！欸、你看我带一只宠物。打！再一颗嘛！我突然一看，我后面有一只宠物。他在跟着你，还在跟着你，我不要，我要走了。旁边看起来都是正常的。嗯。好黑哦！好黑哦！真的，怎么这么黑？风天这么黑。然后嘞？我在看渡鱼在哪里。啊、好哇、哦，所以我们也没必要取暖的吗？嗯，应该没必要了吧？他没有那个。好、嗯、哇，那怎么办呢？玩，就随便玩一玩啊。可是感觉下面没得挖东西啊，没得玩啊。那就更随便玩一玩。更随便玩一玩。你知道 B 计划？嗯、有 B 计划吗？有 Plan B 吗？有 B 计划吗 ？B 计划是什么？我想有 Plan B 吗 ？Plan B 就找个八人的吗？大乱斗，有大乱斗吗？有大乱斗吗？感谢词吗？是想要大乱斗？我想一下啊，看一下他指令在哪好了。好，好，要撞，应该有权限吧？有，他不在地底。应该在重生点的地方吧，世界重生点的地方吧。因为我是有开指定方，哈基，你放一个指定方块，然后执行看看。啊哈。因为我后台一直没有收到指定方块的东西。这里还没有石头，石头都被挖光了。好爽、哦，石头超少的。对啊，都被挖光光了，然后我又要快死了。有啊，有开啊。对啊，然后你看右边，你有一只渡鱼在游泳啊，好可爱啊！然后我把石头挖走。在干嘛？1 2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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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
来个苹果吧，来个苹果嘛。哇，被咬死呀、啊！真的要饿死嘞、欸！就最大的。我不懂了。有小宠物。这是谁家的？我在遛宠物。你要找谁？喵哈哈。有没有苹果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他进不去啊？果没有，这是旧版的。哦。没有，找不到这一方块。你看起来好可口、哦。这是谁的小宠物、啊？你看起来好可口、哦，你看起来好可口啊、哦！这是鸡，看起来很好吃。你要不要吃我后面的小宠物？他不能吃，你吃虫吗？他是料理好的就可以吃啊。他算是节肢动物，所以他是虫。那我们来火烤吧。节肢动物不是昆虫啊。我已经挖了一条沟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。我在干嘛、啊？我看到。我在挖沟。我想说，石头那么少，唯一能用的就是铲子了啊。我要来种田了，我要来种田了。先炸了。哎，谁家的肚鱼啦？谁家的虫、啊？哦谁叫虫啊？带了又不顾好，真是、嗯。哦，我已经放生了。糟糕！哦，这个人怎么可以放生宠物？啊，又一只啊！哈哈哈！暴富！笑你！还挖石头？石头就是拿来挖的、啊。不要饿死啦！你是不是到处乱溜，引到别人那边去啊？对。哦。理直气壮。来来来。我在种田了。那个地看起来很好吃。我要看雨月，我要看杰瑞挖。觉得让他们生一生再吃比较好。我不知道是哪一颗啊。生一生、欸。草打一打，拿来种啊，很快啊。有草哦。有啊有啊有啊，地上。哎、欸，我们种两边不一样的地方哎、欸。你种在哪里啊？这里啊，跟前面。要种在对岸。这边只有十一颗啦，这边十一颗。种一种吧。等一下，那我要留，打一些出来。中一起啊，中一起啊！我搬过去，我搬过去。鸡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旁边要插火把，有没有火把、啊？这样子它长比较快、欸。要插哦。火把还在烧吧？嗯。那晚上的时候它这样有才会长、嗯，不然晚上它就不会长了。寄、欸、过来。啊！干嘛啦？怎么了？那个又带了到处跑，不是我了吧？同一只吧，可是我是从另外一边过来的嘞。你刚刚那一只还没，哎、啊欸，右边是什么？我在打他这个像木树苗，我还以为是那个。负二。嗯、啊。温度。嗯、啊。我被咬死啊！那我要怎么办？等一下我要怎么办？哎、哦、呀，好热。等一下啦，好饿。让我用一下，这可能需要让我个半小时才把做出来。没事，你继续。没有，我只是紧张。第二次没什么。我插在站在火把旁边，会不会觉得温暖？不会。有没有铁？有没有铁？查了，怎么可能会有铁、啊？那要怎么生火、啊？偷偷研究。打火机。就打火机啊，就找铁啊。哦。找铁。我有历史，我有历史，历史我也有。该不会在另外一座岛吧？他有其他座岛。有啊，一开始视野没调实，总共有三座。我看到他自己的指令方块区了。那边是先进的文明，不要过去。对，那边是先进的文明，我们要去朝圣一下。我们要不要坐个船去其他地方看看有没有那个铁？可以啊。我觉得我需要坐一艘船出去探险一下、啊。我觉得木头蛮多，可以坐船。杰克，为什么你受伤了、啊？我们会出去，我们就饿死。被咬死啊！哎、欸，我咬死你！是牙，是牙！哦，好怀念的船哦，没有桨的船呢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好不习惯哦，怀念哦。撞到了会爆掉那种，撞到哎、欸，真的，这个还会撞到爆掉。该往哪个方向？会，对的。一点九之后才是不会的。其实我也要死。哦，杰克是这边的话，那就不是这一边吧？是吧？他从那边过来的、欸。杰克从那边过来，所以应该从那边吧？挺吗？我看一下这边记录点。杰克，换你杀死我，快点！他没有桨哎、欸，要怎么游啊？用手滑，手滑。哎、欸，我看不到 X 跟 Y 跟 Z 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找到一个，这是什么沉船吗？哦。哦。我沉船，哎、欸，他没有 X Y Z 哎、欸，这我怎么跟怎么记啊？沉船，你怎么看得到沉船？啊、
哇，他把 XYD 关掉哎、欸，好恶哦、喔！哇，欸、我们是不是？我们来推一下。要开吗？要开吗？啊，不要开好了啦，不要开好，不要开好了，不要开，比较好玩。哎、欸，你们在哪里？我们去看沉船，虽然它是小小的沉船。哦，这是团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这个版本坐在船上不会饿哎、欸。啊、是吧？是没有显示，但是没有显示，没显示而已吧。1.8的确不会饿，对，不会、啊、是哦，嗯，对，那就坐在船上就好了。因为我记得以前曾经聊过这件事情 ，UHC 的时候啊，对，之前跟过同有一个人同队，然后跟我说，我们就坐在船上就好了，都不会饿了，好，对，发呆。所以我就啊，对啊，就是这个版本的船撞到东西会破掉了，对啊，会碎掉。我拿到了，拿到一些皮革啊，我要饿死了。有铁吗？我没看到铁，我在沉船里面只有找到皮革。我要去当，我要坐在船上当废人了。你要饿死了？他饿死。死了！食人族啊你！我快饿死了。老头拿着斧头对着小雨说：“你要饿死了。”然后就把他砍死了。我到另一座岛了。我也到另外一座岛了。你们要先回来啊！啊，他们应该是先采资源吧。我在大海上迷失了，海真的是很恐怖的东西，救命！我也要去。我觉得我也想要重来，求有人可以把我杀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一个，这座岛上面有一艘船，我要上去看一下。有一艘船，你确定不是我们自己人留下来的？不是，看起来就不是。是这里吗？它是很大的一艘船。那我们就说，我刚刚你要不要大烧了先留着啊，不然。这样子他就看不到，那没关系啊，我就当管理员啦、啊。找到铁了，你找到铁了，我找到铁了，我回不去了。等一下小雨，我们走的这个路是对的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觉得我们走的路是错的、欸。我只是一直在往前走。哎、欸，我有个提议。嗯，我们个别生存吧。好啊、哦，完了，小雨，我们怎么办？完了，我们在海上找不到路了。哇，迷失在大海了。大海了，我们要玩 Rift 了啦。这本就是 Rift 啊，没有，完了完了，没有漂，没有漂流木。对啊，可是这没漂流木啊，没有海上资源。欸、我找到一条线，哎、欸，找到一只兔子了。哇，我要吃了你。啊！我肚子饿了，我要死啊！我要死了！我决定先把那个遗物丢给繁星啊！哦，有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会死，我不要。回来了，我想要找陪葬品。对。等一下啊！撞船了，可是好像都没怪物，对不对？嗯，是不是都没怪物啊？哇，这里好酷哦！这是沉船是不是啊？等一下啊！哦，我看到沉船，竟然哪里？小雨往哪边走？他进那个指定区，文明区吗？文明区往那走是不是？对，文明区。好，来不及把东西塞到箱子。哎、欸，我找到一个唱片了耶！好，可是我不敢拿，因为我现在正在饿到死。看到我吗？对，有，走过去。好，地狱疙瘩。哦，这里有沉船诶。对啊，还有看到。嗯，哎、欸、还。啊，那沉船应该被看过了吧？你快坐在船上面慢慢走。坐在船上面慢慢走。对。哦，我懂你意思。慢慢滑过去。可是我的船摔到底下去。快去找你的船，这是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移动减速了？移动减速啊！我在弄那个。还是会耶，坐在船上还是会耶。哇。哇，那就没有。欸，繁星，它这里面有一些熔炉跟唱片机，然后我要死了。再见。哎，二对二的会整个死掉吗？还是只是半？我已经移动减速了，小雨。饿到死，因为是困难死。好，我要看着繁星。你们那边好嗨哦！团团一直把我的船撞走啦。不对，碰碰船哦。我的船被他拿走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出生好无奈，我到底该往哪个方向？这是 hardcore game 哎、欸，不行，我已经走了，我一直追船就饱了、欸，快要死啊！没关系，有没有吃啊？你看到我了，快！你们还有没有线啊？
我还差一条线就可以钓鱼了。是谁？太喵哈！快救我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给你这个版本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我放一艘船。耶、yeah, ，有船！哎、欸，你不去看那个汽船吗？你说沉船吗？可是 我快饿死了、啊。那个船推走还到哪里啊？你干嘛啦？喵哈，你要下去吗？下去看看好了。那这给你，刚出生。我项目是钓鱼。哦，太棒了！我吓死我了！你看我想的很周到吧？来看看，会不会追船追到迷失方向？真的会啊！他一直跑很远哦。不可能！哎、欸，我不知道路在哪、啊。哎、欸，有两根线。不，两根线可以钓鱼了。在测试，我在测试，我在测试。啊哈！团团是不是走这里啊？有两根线，我已经想回去了。对，那边那边左对那边，但是是左前方还是右前方，我不知道。我好饿。哎、欸，小雨在哪里？哪里有路？我告诉你们路怎么走。快点，快快快！你不要把我船打走了。啊，没有，在你身上、啊，我帮你收回收、欸。哎、这个方向哪里？你在哪？我沿着海岸边。哎、啊欸，我看到小雨了，好感动啊！这个、方向真的假的？那边吗？真的。这个方向回去。这边有路，这边有陆地，我要找到一块陆地啊！哦，我也找到一块陆地哦，好开心哦！这有人吗？就朝着这个脚脚过去就回去了。好了，你们口渴直接泡水里可以补回来口渴直了。泡水吗？要怎么看知道有头要淹过去吗？口渴直吗？泡水头直了会完了，海水会越喝越渴不是吗？我又找到一张唱片了。我这里在泡了。我找到四个金锭。我先把大家变回来好了。哦，泡在水里就好，头不用淹过去。对对对你是用什么东西在喝水啊？不好说。用皮肤吧。用皮肤在吸收。小雨来，我分你水瓶。哎呦！好。啊？怎么了？我摔到。啊！他认错了。水瓶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水瓶会变铁？为什么？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阿纪，哎、欸，会不会喝到水肿啊？我等一下会不会那个调和调和调？喝的不会少，喝到水肿、啊，哎、欸，喝太多了。奇怪，我这个岛有人来过的遗迹、嗯。你说东西石头吗？哎、不是，有人种树。我吧，种树，我种了一棵树、欸，然后就走掉了。它坏掉了，泡水会增加。哦、啊，泡水增加正常的、啊。是增加正常的吗？但是就是它是要变多的，它是要变多负的，就是等一下，负的。我以为它是我现在有142的口渴，好渴哦，好渴哦，太渴了，你好渴哦，你好可爱哦，好渴，动不了，动不了，动不了，讲错话了，斜前方走吗？超过100会变回来，我要把设定这个。小雨会打我，哈？往哪边走？我看不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好好好，船、欸、船，你不要，太开心，我爆炸！要往哪走？什么、啊？这个方向。好，没东西，先回去。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？我要回家了。好，那我要回去了。87耶，有两个卡87。嗯，87。哦。哎、欸，其实很久没有看到大家一人坐一艘船这样走嘞。真的，你看，哎、欸，文明区，文明区，我啊，我的船，我要跟着文明走，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怎么我一直看到你们的残影呐、啊？哦，有。